目光移动到后方大门，用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男女工匠李武新人步入会场。掌声欢迎！第一对担任幸福女子的是嘉豪跟珍妮。嘉豪呢是新郎补习班的同学，珍妮呢是新郎万方医院的同事，同时呢也是新郎的好朋友哦。感谢两位一直以来对新人照顾以及支持，用行动呢来表达对新人满满的祝福。当然，我们新人的幸福前导，与你的新人迈入全新的乐章。接下来第二对的男女宾相是我们的易龙跟彩玲。易龙呢是新郎高中同学，彩玲呢是新郎的大学同学。有了亲友祝贺加持呢，成就了完美的婚礼，让新人更加幸福圆满。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他请你们继续给予支持哦。而今天男女宾相用行动来表达祝福，相信你们新人一定非常的开心。非常感谢我们伴郎伴娘盛装出席，与我们共见证今天这么重要的时刻。而在男女宾相呢，在为今天的喜宴正式的揭开序幕之后呢，在莫西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呢，也准备好要进场跟大家打声招呼喽。邀请大家用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男方主婚人步入会场，掌声欢迎！爸爸妈妈呢，今天脸上充满了幸福洋溢的笑容，爸妈呢挽着手，一同回味当年走红毯时的甜蜜以及感动。同时呢，也会用实际的行动给宝贝儿子最大最踏实的祝福。非常开心，宝贝儿子终于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另外一半。恭喜我们的男方主婚人，也邀请男方主婚人列席主桌。而相信呢，大家最期待的一刻呢，也即将要正式的登场喽。接下来邀请大家用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最佳男主角季茂兴先生